这是一个看似普通的高校。其实一点也不普通，这里有怪有力的乐团老师，这里有梦想组成热血乐团的学生，这里就是明日高校。当当，一 wink 的功夫，明日高校迎来了新学期，故事便从这里开始。我们的乐团就是要赢，胜利光荣。高帮帆布鞋，青春活力的打扮，修长的双腿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元气走来了。不要再吵了，我觉得这首歌大家玩得很棒，音乐不是用来比拼输赢的，乐团要玩得快乐。我们要赢。老师，玩有什么用？我要赢。我们要赢。享受音乐很重要，让我们一起想办法玩起来吧。我要赢。我要赢。那就好好和你玩一把。乐团就是找个借口和大家一起玩。哇，元气又叛逆，他就是明日高校那是叛逆的实习老师欧阳娜娜，他要带着乐团一起玩。